我画好了，请快去。你先看看。好。好画。好。嗯。你呀，寻着宝喽。哎，对了，婚宴定在什么地方了？镇江。 镇江，那我可要等你们的请帖了。好，一定请您去，一定请您去。<笑>你的国画跟谁学的？小时候在家看着名师的画临摹的，因为喜欢这个，所以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，就当做打发时间。<笑>那我只能用天赋来解释了。我从小就喜欢画和。 也练过人物，但可能天生不擅长画人吧，从来都画不好。啊，对，我在广州机场和你说过那个故事，里面女主也那样。她跟着男主学画画，从来都不画人，最擅长的就是画和。她其实是把男主当成和在画，她也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敢，她怕别人知道她喜欢男主。所以，你很喜欢小南城王的故事。 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和我说过你知道这个故事，你从哪儿听说的呀？他就在我们家的族谱上，我的名字也是取自他。那在你们家吗？我想看。可以啊，回去给你看。嗯。